我们来让马云先生给大家伙上堂课。10月26日，第22期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在北京举行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发表了一篇演讲，以自身的经验告诉大家伙，成功与否其实和读书没啥关系。啊，我书读的真不算多，对啊，我跟那个书院邀请我的于彤，我是直说，我说真。我是觉得呢，做成功与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你成功了以后有没有读书那就很有关系了。对，我看到很多人成功其实跟读书是没什么关系，他都很成功，但是成功人士他不读书他一定往下滑，而且滑得会很惨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请在座的每一个年轻，我想给大家，看书固然重要，但是看人和人相处更为重要。作为商界成功人士，马云老师的话算是颠覆了一些我们传统教育中的理念。